想要吃的1000块，1000块，1000块才有人想要吃的。我有讲啊，套抽啊，哦，大鸡的套抽来归去安尼，安尼讲给你。哦，早上我就简单啦，拢给你啦，拢给你。哦，规箱拢分了了哦，5支给你，我安尼卖恁1000块。一支安尼剩偌济200，你去外口称号我看，绝对称号。啊、哦，若是要有你做对啊，弄好我，我来买。啊、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个客人五支总计1000块，我1000块。来1000块啊！1000块有人要吃吗？1000块。1000块啊，这样，这样可以吗？1000块，1000块。你跟我说太贵了，那你去外面买买看好不好？啊，这样。安尼一支安尼这大支剩200块呢。哎呀，你在哪里买得到？你可以报我来买吗？我就甲你报，我就报安尼啊！我透早先付予恁嘞，阁要安那？哎呀，受啊！恁这透早的人，阿仔也莫计较，小透早拼一波啊！因为阮哥哥明仔载要拿30000、30几万的汇款啊，五个人客呢，阿莫计较小，不要恁的啊！我来随手简单，五个人客。1000块，你若要留，我吞落，我请。哎，阿仔啊，阿仔啊，哟，阮哥哥明仔载要留40几万啊，今仔年了，卖几万七啊？我爱走，四啊六万七。第一拍开，第一拍开，想要三个啊？你外口绝对买无的，1000块，1000块，1000块，来收，请收啊。这有多惨，你知道吗？我知你确定你无啊？你卖咸菜真诶？下晡迄支爱收倒来啊？迄支加落无卖着，搁收倒来啊？哦对啊，啊这也要安那？阮肥肥讲安尼，啊我迄支爱收倒来，我搁卖无卖着啊？马吉拿爱你拿，好啦，谢谢啦，哇塞！这是海鲜叫卖啊！你叫几时话？我士官长海鲜叫卖。我先讲啊，我娶无后，我已经娶无后。啊，阿姐啊，搁咩啊？阿姐啊，一份啊，搁用一份哦。阿姐有咩啊无？啊，回鸡王哦，原来是你是咧当回鸡王啊。来啦，刚刚那是炮管啦，卵丝啊，大只的卵丝啊。无啦，迄无多啦，迄无可能搁起落啊。迄七支六支就无趁钱，七支了足济。哦，来没有关系，来。哦，哎，姐姐，桌面上看想要吃什么，跟我讲。哦，啊，我想买一块较简单的。哦，这个叫做什么？鲑鱼肋排，大家应该都有买过看过啊。哦，这个回去简单料理，翁安那永珍的永康呢，猪脑虎皮瘦汤的有够好吃。一个人炸几包？一个人炸2包，一包是1斤汤。哦，这样等于一个人带2斤啊。有人想要吃吗？哦，外面哦，人你分了你点沙西米粥哦，烘好一包安尼，至少给你开2300块。我准200的话，200给你开400，唔免。来一包给你，来一包给你。一个人总共炸3包。哦，卖给你开600、500，想要吃3包总计哦，200的话200块。有人想要吃鲑鱼骨的吗？200块，200块，还归其他那样。三个客人俩，套餐跟单块的话，我要带三个，200的话，200块，200块，10包给你啊，200块就好，4包给你200块就好，想要一个人给200块。还有人要吗？来，美女也要了，来200块。啊，给你一斤了，不要紧。还有人要吗？啊，这一包是1斤重哦，安尼，2包你来3包你。啊，今日透早烧车，够人买无？200的话，200块，鲑骨200块，200块都有了哈，都有了。来，谢谢，来收。好，姜北段鱼姜丁吧，好。哎，北段鱼串哦。啊，哎，谁买咸？哎，谁点咸猪肉的？啊。姐姐先买300块，好不好？啊，好哈。来，姐姐，外面人家这样一条啦，随便人家帮你烘好，你别人烘好的，一条呢，这种给你开200。啊，今日你想要吃300块，这条给你，这条给你，一个人炸3条啊。有人想要吃的吗？一个人带3片。有人想要吃的吗？300块就好，300块。美女，
谢谢你早上点菜，这片不卖了，截然炸四条，七十块买五够好吃，三百对吧？好姐，300块，还有人要吗？一条来，两条来，来三条，来这条再送你，有人要吃吗？不能干净吧，好吃哦，一起放了啊，等起用菜，用醋，用香的，五够好吃，还有人要吗？哦，还有人要一二，来三条，来四条，哦，大条拢足水啊，有人想要吃无？300块，我来讲题吧，真正爱试看卖啊。来，阿姐啊，注意听。即摆几点啊？现在几点？7:30。7:30，好。姐姐来，早上注意听，很多人没有买过，优惠一次啊，你们试试看看啊，试吃看卖。四条有可能上多，一个人炸两条，试吃看卖，150块，150。哎，150啊！哈，试吃看卖，阿姐，150尔，两条哦，150都有了哈。哦，来150，阿姐有买来无？我看你有在订单。啊，来，阿姐买来，系啊。还有人要吗？150，150，还有人要吗？150。哦，两条安尼干皮吧，拢把你洗了，做皮皮做好吃，都有了哈，都有了，来，谢谢，感谢哈。来，鸡腿卷好。好，鸡腿卷好。哎，来，谁点白带鱼的？我叫美女。啊，美女。美女，今天要买多少？还是看我喊？看我喊哦，那我就很随便了哦。美女，哥加毛巾了。哦，来，那个回去完新分毛巾，我过来加。啊？好，白书记。今天比较小片啦，我就随便卖了，好不好？来，今天你够人想要吃白带鱼，有人想要吃白带鱼的吗？啊、哦，再等起哦，你就烧一块羊肉，真的有够香，有够好吃。哦，今天我卖剩几块，规盘满满拢给你，够人想要吃。哦，啊，套餐简单着哦，卖可能花300，想要吃我又带，哪个人给着哦？哪个人给着哦？有人想要吃无？300，唔免200块就好，200块。啊、哦，200块就好，200块，200块够人想要吃的，200够人想要吃，规摊满满拢给你呢。啊、哦，200块，200块啦，200块就好，200块，200有人想要吃无？200块，啊、哦，200块来都给你们了，来都给你们了，让你们开心一下。贵耶，一个鸟，200块够人想要吃，200卖一个哦，还贵点呢。啊、哦，早上我不会做很多份啦、啊。啊、哦，我早上不会让你们做很多份啦、啊，我就简单卖。到了没啊？啊、哦。三个，啊、哦、啊，来，直接包回来，找谁？到了没啊？几个？四个。好了没？等下，搁会当收钱啊？我了三个。哦，等下哦，阿姐等下，阿姐上尾一个哦，上尾一个啊，等下。啊，阿姐啊，我爱先收钱啊，你来阮家，阮家爱先收啦，歹势，你爱四个嘛？我了再收了。等下哦，等下哦，阿弟。等一下，哦好，来安尼多好，你安尼我感觉不是四个吗？哦哦，感觉哈，好，安尼钓啊，安尼钓啊，哦，安尼钓，来，下来讲给对讲诶，哦，这个我早上已经喊第二次了哦，姐姐们要买赶快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哦，早上先喊一次也是人家回来点的，没有了，我要先说。哦、你看两个袋子，早上已经卖一箱了、哦、早上已经卖一箱了。这个、哦、我再跟大家介绍一次，没有买过，我跟你们讲，这叫鸡腿卷，回去永真的永康面五块欧价，外面是鸡皮，里面是什么鸡腿肉，外面夜市有人在烤了，一只多少？真真的很好啊，一斤60块，五斤至少给恁开300，早上赶快油带一包，300唔免200块，等你哦。这两斤卖未？这两斤嘛赶快卖，这斤够吃哩。买一份送一份，一个人总共才10条，想要吃200好啊，200块，200块，200块就好了。来二，来四，来六，猪肉肉走，来八，来十，走，啊，走。你们不买我这个，等一下我就不会再出了，因为东西很多。二四六，来八，是等起真正行行的，五块盘五块好吃，200块就好，十二呢，鸡腿呢，好，再买一个哦。还有人要吗？还有人要吗？安南区，安南区礼拜四哦、喔，这个礼拜二没有。来十，还有礼拜四就会过去了。还有人要吗？来二，来四，来六，来八，来十。还有人要吗？200块，200块，200块。鸡腿卷200块。还有人要吗？鸡腿卷来二，来四，来六，来八，来十。还有人要吗？还有人要吗？给对个200块，一只鸡腿是20块，应该很便宜了吧？啊，要不然这样啊，这样出一天了。我春娇，我真的，我们不想一直喊下去，我们物件足多，
今天没有吃过，一人带五条回去吃吃看。我没有算你比较贵，因为现在还很早了，去保留啊，100块。哎，行吧，老二姐。啊，100块。好吃你们就买你买买一份啊。哎，都给你了。老二姐，几人呀？哦，好。还有人要吗？没有算你比较贵哦。然后再问姐。没关系，但是记得要看广告。我看你要多看几页。好，等你，熊妹姐，等你。那边差几个？你要先想，你们这边有算吗？多忙的人。来收啊，够收。阿姐，你无买着，可以。熊妹两个人一百条啊。小妹两个一百块，最后一个哦，最后两个快了100块。我今天先买一百，到底有没有？真的最后一个没有了，一百块。啊，美女，谢谢你啊，谢谢。你提一千的啦，啊，我一百给你啊。我再等其他西好，把其他好，其他西把其他好啊。八吉拉，我是红林双顺号啊，来那个八吉拉先来。我等下给您介绍一只好鱼啊。这哦，有人点八吉拉，我先花。美女，花200块好不好？两百块可以吗？200块。好，八吉拉，我有干单没啊？姐姐来注意听，所有人注意听我讲哦。姐姐来，你们注意听我讲话。注意听我讲，姐姐。你去外口买肉吃啦，阮这是乌皮，不是白。